就王牌家族这轮获得32个欢乐币，春游家族呢是24个欢乐币，来看看这轮欢乐币会分配到谁的囊中。我就想看一下沈腾，我能相信你几次？我们平分吗？你用你在家族的地位保证，否则你以后你就去跟小童那儿。好，狒狒把这个牌子也拿上来了啊。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先看一下王牌家族的人性。来啊，3。我们平分吗？沈腾，我能相信你几次？2、1，举牌。腾哥独占32个币，独占，太狠了！我都不知道开始了，我还没动呢。我一再来一把行吗？那没事，那没事。咱该咋地咋地，咱别赖。你是真好意思呀！来，咱仨拿走。腾哥到目前为止每一把举的都是独占。哎，可是你看结果，他们三个全把我的钱抢走了。你去吧，你去吧。你搁那跟小童唠一唠八卦。接下来春游家族做好准备，3、2、1，举牌。杨迪独占，太坏了，该我拿点了吧？怎么就坏了？我范丞丞上一把不是你吗？是，主要这不是有观众吗？就显得你更坏了。我承认。哎，这轮分配已经结束了，但是输的那队是要接受一个惩罚的。来啊，还有惩罚？胜的那队可以帮输的那队任意修改他们微博的个人介绍。啊，我改成正。希望你早日能够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破折号沈腾。事故了，拉大幕出事故了，今天看到的都不准说出去，拉大幕不准说出去。转过来，转过来，看前面。哎，该死，太狠了这个。我指定杨迪改，最觊觎贾玲美色的一个，根本高攀不起的。花花改谁的？朗哥的吧。我想给华晨宇免费伴奏100年。可以，这个。我帮沙溢哥改一个啥呀？这么八卦的女孩来了。改个什么呀？那小童回去想。好。反正看到这儿啊，大家就赶紧去微博，把他们四个人的微博通通搜一遍，截图啊，机会难得啊。大家呢都是国际化的大明星啊，平常都怎么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啊？家里还请了个小老师，小东。我在呀。帅气用英文怎么说？帅气的英文是 handsome。 我可真 handsome。 真是不 handsome。 好了，这个游戏之后呢，要派出两个年轻人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到底有多么的多才多艺。小童和小宋会带来精彩的动漫舞蹈秀。洁白皙的灵魂，纯净洁的身体，
谁把谁的身体变成了欲囚禁自己，乱世丧失最不惧耳语，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One day I will be you Baby boy 就告诉你，说完如果不听，让我陪你安静。 I wish I could hold you To really really be free。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后的爆发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别让谁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真心的爱你。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超稳微云台夜拍式王牌 ，vivo 王牌时刻，马上进入字正腔圆。每队派出两个人戴耳机相对而坐，两人依次对看到的词语进行描述，在规定时间内互相观察口型，猜对词语的多的队伍获胜。第一轮，恒哥、沙溢哥。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随时用 vivo X60 记录下游戏的精彩瞬间。这咋说呢？两个字儿，女演员。你把嘴夸张。女。演。啊？演。女演员，女演员，这题就只能过了哈。仨字儿，《武林外传》里演啥？啥玩意儿？《武林外传》。嗯。武林外传。听不见。腾哥以为是比嗓子大，他根本不知道要口型慢。你看我嘴，看我嘴，看嘴。武林外传。狐狸换水。武林外传里你演的是啥？你演的是啥？找的是这儿啊。啥东西？武林外传。狐狸反水了。武林外传。武林外传你演啥？武林外传。啊，太心酸了。看，我好像看到了他俩老年的时候。武林外传你演啥？我演啥？白眼堂。 OK。 对了，武林外传。答对了。下一道提仨字啊。食品啊。食品啊。就臭的臭豆腐。甜的点心。咸的啊，过吧。哎，四个字啊。一幅画。玉皇大帝。没有人在乎
你只是人们逃避疼痛的一种可能。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蒙娜丽莎，哇！两个字。干嘛呢？憋气。谁是最可爱的人？俩字说多少啊？这个屋谁？谁？最呀？唱。谁有酒窝？谁有酒窝？贾玲。哎呦我的妈！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给我一顿埋汰。谁最压秤？是。是吧？这样。OK OK OK。哎，这点子可以哦。哦。传递开始。几个字可以先说一下。八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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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的影视剧名字，看啊，向左看，向右看，文，文，闻鸡起舞，这是第一个字吗？这是个状态，看啊，他们的过程是整个的名称，互相嫌弃，闭嘴，闭嘴。啊！闭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哦。八个字。哼！哎呀！仇人相见。影视剧的名字，影视剧的名字就是。一口牙掉了的恋人。那个戏是当年很火的一个戏，然后是有点那个有点吓人的。八个字的名字。哦。抱歉，啊，这样式的，八个字啊，八个字。我不在这边吗？这个他能猜出来，弟弟猜不出来，弟弟没看过。怎么的，马小彤那么大岁数了？但这个体育哥应该这么演，哥你得过来一下。乡村爱情故事，演的是那个意思，但是不是这个？啊，是什么？蒋欣应该可以，我对你有信心。啊，真的吗？这是影视剧是吗？影视剧，影视剧。哎，我们下来走，下来走。演的是对的。演的是对的，是这样的。不能说的秘密。接近了。哦，我猜到了。哦，好。我猜到了。啊，那好，不是吗？我知道了，我知道。沿着我们仨看。我知道，再看一下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回答正确。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来换下顺序啊，继续十个人玩。第一间是腾哥 baby， 请菲菲拿上这轮的题目。我看到字幕上都是咋夸你们的。哇哦，来夸夸沈腾老师。他们也难受，我也难受，算了。哦。
这怎么演？哦，好，可以了啊！传递开始。不是你这是戏呢还是真摔了呀？不是，你这鞋太滑了。这个不是戏是吧？这纯属意外啊！这是意外，这是意外，能明白了吗？没追上。11个字啊！啊，再来一遍吗？是还来吗？就从这儿，从这儿。啊！11个字，沈涛也来，沈涛也来，这么多人吗？有你才对，也对。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对对对。好，好吗？12个字！11个字！11个字！是影视剧吗？影视剧还能猜出来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有点相似了，但是不是，已经要开始传递了啊！李斌跑，李斌你跑得更像，你跑，我跑。贾玲姐跑更不对了，这题目不对了。Baby 比较像，跟着你来，来了。几个字呀？11个字。啊，11个字，还没猜出来吗？明显 Baby 跑得很明显。窈窕。我觉得整个这几季王牌呀、啊，你受最大的打击就是子文不让你跑。等会儿，我来一个，我跑一个。必须跑，跑！我们都追。你也下来，都站着给我追。这个电视剧不管是什么了，这个名字就叫都抢我。Action！ 谁呀、啊？哎呀！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是谁欺负我大嫂了？谁？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吗？7个小矮人，猜出来没？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哇，真的是这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哦，第二轮人体保龄球，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来介绍一下本轮的规则。第二轮人体保龄球，两队队员依次出战，从起点线开始蒙眼进行前滚翻动作，不计次数用身体撞击球瓶，累计撞倒个数多的队伍获胜。这样，我让我们的王牌先生魏天浩也上来。天浩这轮就到时光队，因为他们现在是0-1落后，他们都是冰糖队雪梨队啊。对，那每天晚上大家锁定中国蓝剧场啊，这么好看的电视剧一定要记得看。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第一轮，王牌先生魏天浩挑战开始。一个，两个，三个，打。蹬腿了，你有一个明显的击打动作，所以你现在只能停留在原地。小童来，他在摸缝，你们看到没？哦，这个方法好，他在摸缝。这个小机灵鬼。哎呀，白夸你大长腿了。哎呦，你俩真的是很对称啊，就好像是多出来俩瓶似的。加油，星辰！我这么快吗？好快，速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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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是个游戏高手啊。哇，好帅。好，现在三轮过后，两队比分依旧是0-0。这么难？我来。啊，你来啊，来来来来来，花花有点太好胜了。花花说：“这么难吗？”我来。花花体育强。准啊，也是在摸凤凤哈，我摸两边。哇哇哦，他这摸的太好了。哎呦我天哪，他手都没离开的过那俩缝，我天哪。厉害厉害，你也太牛了。花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击打，花花可以离开场地。可以啊，上谁上？我上。现在压力到了时光旅行队这边了，来我们看一下杨迪能不能反超比分。我对我们组杨迪特别的有信心，因为我总觉得他出其不意。哎，测距仪。哎呦，他会打到我。搞得能看见似的。哇哇，不是杨迪。等一下，我在哪儿啊？你在，你还在场地内，我只能这样告诉你。是，我不是，我感觉这儿光源很黑。感觉他还能感觉出光源。我再一下，我应该可以击打了。差不多，我也觉得差不多。这儿吧。这儿吧，可以击打了吗？击打啥呀？这啥东西啊？等一下，这哪儿啊？你还没有击打，所以你还可以继续。等一下，我还滚。这个杨迪，按照规则你在原地不能动。杨迪，你依然可以用你的全力来干扰对手。我干扰谁啊？谁会到这儿来？干扰谁？我也笑得肚子痛。怎么样，亮哥，够不够出其不意？你真棒，你真棒。我来了啊！咦？哎呦我的天哪！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没有，我不信你们。等会儿我的中锋怎么跑了呢？这扣到了。你说这点刀具抠坏了，没有缝，生抠出了缝。往这边坐一点，是吧？我要干扰，我要干扰。这边这击打的声音就在这里，我明白了。这是正中间对吗？没有人能够回答你，你只能靠你自己。什么啊？什么叫明显的击打？让一下，大家都让一下啊！
咱们几个？咱们一个没有。咱们没有。我们没有，全军覆没现在。靠你了，亮哥。亮哥来是吧？我就简单一点吧。我这样，我只能启动我就这么多年隐藏的声呐了。声呐。多简单啊！真的，这不还真的很简单。亮哥，别放话，别放话，小心到这儿来陪我。来了啊！信誓旦旦的说：“这有什么难的？”贾乃亮来了。一，哎呦，可以哦，哦，哦。一，哎呦，可以哦，哦，哦。悠悠，嗯，可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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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全中哎，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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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一不能犹豫，不能犹豫，不能犹豫。哎，真是太厉害了哈！小伙子，小伙子，我咋那么不服气呢？来，沈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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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百亿票房男神，他曾经是保龄球的终极杀手。脱鞋了，难道他要使出熏气这一招？我的颈椎不太好，所以我滚的时候可能会看两眼是吧？滚！哇哇！哎呀，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我刚才碰到了我。我怎么在这儿？我告诉你，你又起步了，你又起步了，太棒了！哥，我都没动，我都没动，我还在我的位置上坐着。我们是怎么相遇的？来，再次出发。哎，我这不算，我这不算啊，我没进场地啊。来了啊！知自己，可以可以，漂亮漂亮，哥，再翻两次。贾玲姐，别说了啊，只有我们能说。击打，击打。杨迪在那儿呢，我翻的没错，我方向没错。哎，小童，啊啊，我不躲我，哎呦，哎呦。哎呀，倒了一个。哦，腾哥你好啊，欢迎光临啊。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脚，我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你知道咱俩什么区别吗？是我可以回去，我倒了一个。看完了贾乃亮，再看沈腾，有点心酸呢。啊，韩雪来啊，来，加油！哎呦妈呀！不错，可以可以。韩雪的方向感还是可以的哈。是哈，他方向感是好。哎哎，怎么去哪儿了？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请问你往这边翻是吗？
是，哎，这是编吗？是的，是的。这又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鬼？啊！垫子去哪里了？没有垫子了，都翻出去了。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应该选个方向吧。你们别闹，海雪彻底懵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可以可以，哎。哎，你们在这边。对对对，你先过来。然后呢？然后你。哦，我知道了。好的好的好的，对对对。哇哦。这边对不对？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为你鼓掌了。是不是我？哦，那我就可以最后了吗？来一下，学姐，来一下，学姐，哎，沈腾老师，沈腾哥，别闹别闹，这谁？啊，我翻到小童这里来了吗？什么鬼？韩学姐一个人经历一场冒险。啊！杨迪，你在这里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往你那边翻？你往前再击打，往前扫堂腿，扫堂腿，往前，一二三，扫堂腿，扫到了，可以。什么鬼？看一下，这是他们留给你的。好了，这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由于王牌家族破坏游戏规则啊，所以本轮时光队胜利，最终两队1-1大平。哇！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那些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想念，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我和你并没有不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欢迎贾玲沈腾，我以为我已经够吓人了，没想到还有一个最吓。而且我跟你说，所有的舞团都只是戴上面具，我以为腾哥也只是戴个面具。腾哥这个妆录了多久？哎呦，早上起来就开始录，确实几个小时，完了录的时候录了3分钟。一看这性价比不怎么高啊，说别卸妆了，再玩轮游戏再下去。腾哥刚我一出来，他怎么那么像成龙啊？贾玲拿一个抹布往前走，我一看特别像成龙大哥。记住他们的精彩表现，二位请入座。来来来来来。您在 C 位，您这么来吧来吧啊，三，就看咱们的默契了。 Everybody 3、2、1举牌。
哎呀，重来，打平了，平不平了？你能看出来小童是这样的？我是这样命运的安排，然后哎，你看人家给自己的自私找了一个合适的。我刚才是这样的。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都这样吧。行，那我们就都这样，好吧？对，来吧。三二一，开始。哇哇哇！对，那我是这面。哇哇哇！有请花花拿到他该拿的，其他人一无所有。实话啊、哦，这真的是让我们这么悬，结果也是这样的。哎，这一天过得注定是节约的一天。来啊，那蚩尤家族先选 cos 啊。哎，七龙珠，咱们西游记行吧？西游记好啊。咱们办哪个？我们选西游记。西游记，嗯，我想选那个剪刀手，爱德华。那我们就魔法呗。好，正好国外魔法对中国魔法，对中国魔法，对，正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去换装了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午餐时间见，你们的金币跟午餐也息息相关。哎、来，有小宋拿 vivo X 六十啊，给大家拍个照。魔王，是我爹啊！弟弟，我怎么生出这么个我的怪物？哎呀，孙悟空来了！我的妈呀，天兵天将！哇塞，赫敏 ！Hi, Expecto Patronum。谁来了 ？Harry Potter。哟，你妈呀，看这是谁？看这是谁？哇！呜呼呼呼！好吓人，这个厉害！啊！何方妖怪？哎呦我的妈！好吓人啊！你别说，还挺像的。好可怕！还真得以后化这妆，比自己本人好看多了。哇！哇！哎呦哎呦哎呦，你是什么妖怪？哎呦天哪，这跟脸太不符了。你是跟脸太符了。哎妈，这好看，人这好看。哎呀，漂亮漂亮。我们是来衬托他的吗？所以你说不管办什么，这底子咱得必须得好。别笑。不像了，哎，贾玲姐是啥呀？在电梯里，那能出来吗？卡那儿了。哇哦，哇哦，哎呀妈呀，这好看呢，这个。哇，腾哥，好认真啊，大家都。咱不说别的，就说腾哥说敬业这一块儿。要说人家为啥能200亿呀、啊？好，恭喜大家，请大家现在重视。默契呢是检验友情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一轮考验一下各位朋友之间的默契。拍得更远是实力，60倍变焦黑科技 ，vivo 王牌时刻，异口同声。本轮规则，四组朋友依次两两上台，快速回答默契问题，两人异口同声就通过，回答不同就接受喷水的惩罚。好，游戏过程当中，我们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记录精彩的瞬间。先热个身，第一轮啊是非 A 即 B 的问题，请问贾玲还是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请问变矮10厘米还是长胖20斤？变矮十厘米，20斤。怎么回事？变矮还长胖20斤，长胖20斤。
这是有多惨呢？来来来，请问变矮十厘米还是长胖二十斤？长胖二十斤。好，啊对了啊，我不想打长胖二十斤，我还能再胖吗？啊，不能不能不能，你可以放飞自我吗？直接就变成一球，放飞自我。来下一组，请问洗澡的时候是先洗头发还是先洗身体？先洗身体。哇，我总觉得在等人。先洗身体。我就抿了一下，我觉得他会说身体。哪有先洗身体的呀？不对啊，洗澡的时候你不会是先去伸手去碰他的水的温吗？您是个埃及人啊，然后都是这么洗澡。这么洗澡。他是南极先锋的鹤。来，请听题。有趣的灵魂还是好看的皮囊？有趣的灵魂。不是，我这个水量是不是跟他这个水量不太一样啊？你这边喷多了，你的水都是往下滴的。麦坏了。哎呦，坏话筒。请问，有趣的灵魂还是好看的皮囊？有趣的灵魂。对了对了，一样了。那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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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老婆还是妈妈？老婆。我都没老婆，我都说了老婆，你说我多了解你？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他想要啊，对不对？他是对老婆的一种渴望。咱妈会不会生气？会。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为了节目效果，请问是洗刷刷还是倍儿爽？洗刷刷。倍儿。哦，洗刷刷是这个啊。好，来，请问、洗刷刷还是倍儿爽？倍儿爽。不是，刚刚说的不是洗刷刷吧？还得再来一遍。洗刷刷还是倍儿爽？洗刷刷。正确。大老师的嘴碎到什么程度啊？倍儿爽还这喷的过程中还要塞一句话。没有塞，塞不住。请问颜值还是身材？颜值。回来回来，往哪儿躲？不喷一次啊。不是躲头，是把麦拿走。人走了，把麦拿走，那换麦干嘛？就是为了补水用。请问，颜值还是身材？颜值。你用麦说话，干嘛呢？这俩不算，一个举麦，一个没举麦，不行啊，重来。姐弟俩智商好像有点问题。补一个，补一个，补一个。颜值还是身材？颜值。来，小童跟吴磊，让你们看一下正版的。来，答完题以后，小童。请问，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我爱的人。你爱我。哇，你那个水量真的好大呀！你的五官太立体了，我们都没你那么大承受力。特别挂水啊，特挂水。再来一遍啊，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我爱的人。等一下，错了错了。不是这个问题有坑，我们要把这你这个人称换成我，对不对？你觉得没有，想多了啊！其实这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选择题。对，你想太多啊！换一个题啊！还白喷了啊！请问，香菜还是大蒜？香菜。大蒜。继续啊！香菜还是大蒜？香菜。谁妥协了？小童说香蒜，我说香菜。香菜啊！好，对了对，来下一组，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你已经慢了半拍了，还在那特别一直先有蛋。我不是想跑，我以为我俩答对了，我就走了。你脸好干净啊！要不要补喷一下？补喷一下。还啊？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我沈老师闭到那个眼睛已经进去了，他那个眼睛，我第一回见到眼皮能闭到这个程度，好厉害，包子真的是包子，真的是包子眼，在这儿给我拽。欢迎啊，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你是不是这边水量大？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先有蛋。来下一组，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选择跑步两小时和一天不吃饭。一天不吃饭。两小时。谁会运动？来来啊！听你，跑步两小时还是一天不吃饭？跑不了小时，小老板啊，好，怎么可能一天不吃饭？为什么跑不了小时？长发还是短发？长发。
终于，长发还是短发？长发，长发还是短发？短，都错了，长发还是短发？短发，回答短，过了啊！再耍赖，请问，自拍还是街拍？街拍，请问自拍还是街拍？自拍，街拍，请问街拍还是自拍？自拍，终于对了啊！最终男人都赢不了女人啊！吴磊的妆都没了。来下一组。哇，又到了这一对好兄弟。接下来不再是非 A 即 B 的问题了。开始之前，沈腾哥在我耳边没有麦的情况下，咱说第一个。我就觉得你们差不多摸出门道来了。刚摸出门道，哎呀。接下来是开放式的问题。你们俩谁更抠？我。对。整齐的我，你是杨迪，你是腾哥呀。请问你们俩谁的女粉丝多？后者。什么叫后者？因为刚才沈腾哥跟我说，待会儿说后者，结果他不说名儿。脑子起码转一下吧，腾哥。是他没转。别作弊了，行不行？好，你们俩谁不好笑？杨迪，可以，奉献精神啊，待不下去了。请问，小童的身高是？你需要哪次？你加点四，自己都答不出来。你为什么知道？有零有整的，又押题了。没有，这个真的，这个因为他每次都会说见面的，大家你好，我是17.4是吧？然后他。不是，因为他老说我1.85米，然后我就说我是1.72米。可你确实是1.85米。过了，你咋连自己的身高都说不对呢？请问腾哥微信的昵称是？解惑大师。腾哥微信的昵称是？大羊腿。腾哥，你什么时候换成大羊腿了？我那还是解惑大师啊。最近一次联系腾哥是啥时候？也是送金币是吗？提到小童，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这还想不到，我们都想到了，这还不知道吗？仙女儿啊！说到小童，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仙女。这小嘴甜的。请听好，用一个字形容花花。才耶，而且太有钱了。俩字应该是财迷，一个字大财迷。什么叫财？财。请问，沈腾最大的缺点是懒。哇！这好像是认识你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是写在沈腾哥的百科上面的。说出一个袁弘伴郎的名字。胡歌。哦，花花那个跟字儿的能力很强。听到胡歌。胡歌给他个韵母他就能整出来，我跟你说。请问吴磊最不爱吃的是什么？不在乎。你这嘴倒腾的也挺快呀。小童，你至少说了四个字。小童说的是北京话，不是很在乎。不是，对，有点北京嘛，不在乎。算对啊。接下来是对王牌家族进行比赞助。王牌家族请上问答台。我们就是在这坐着看是吧？对，咱们观众啊。那么坐着呗。那我来这个最狠的吧。真有哥哥样。哪个是最狠？刚才跟杨迪是怎么不合？是怎么回事？好了，都是开放式的问题，但都和王牌有关。好，嗯，沈腾，请问王牌播出时间是？每周五晚9:10。一点毛病没有啊！哇，好厉害你们，嗯。没有，这个是 PD 说不可以答错。这刚才合了好几遍。请问最喜欢的王牌环节是？传话筒。传话筒，传声筒。我本来想说
情怀，啊，最喜欢情怀，可能花花最喜欢情怀吧。下一题，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华。你跟他争什么？你们要道具吗？沈老师，哪里挡上点？哎，哪里挡上点？下一题啊，下一题啊，请问《王牌家族》谁话最少？小童。沈腾。沈腾。我们俩说对方。再来一遍啊，请问《王牌家族》谁话最少？花花。这个我背了。不是，刚才我不是提示大家了，不管什么都说沈腾吗？扎心了吗？看曾经，看见没有？什么叫家族的人？这就是家长会做的事情。我看出来了，腾哥假睫毛都掉了啊！真的不是小童吗？真的不是你吗？是我吗？是你。好吧，话最少的是花花，因为我起码还有口播。让我在节目里多说几句话。跟沈涛说。他话比你还少，他至少还有口播，我呢？腾哥，我看不下去了。来怎么换位置了？实在顶不住了，我脸的都给我滋漏了。最后一道题，我看谁要是喷了，下一季换杨迪。我跟你说，是吗？真的。如果是小童错了呢，也换成杨迪。对，不管是谁，你俩撞型啊。这个错了，真换杨迪了。王牌家族本季的口号是，王牌家族谁也不如。王牌家族本季的口号是，王牌家族谁都不如，哎呀，腾哥那个屈的呀，话筒都不敢拿上来。腾哥，你为什么边说演技还边要往边上瞄呢？这么担心被换掉吗？因为我觉得杨迪确实可以取代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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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王牌家族》表现还是可以的，毕竟经过了两季的磨合，就智商起码涨了有60倍，因为一直在我们 vivo 的这个照顾之下，对不对？起码要涨60倍。你要这么说，那肯定的，那虚的，确实。跟大家说一下啊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变焦功能，这个60倍太强大了。如果你离到演播厅外面，都可以看清腾哥已经脱妆了。这轮被喷最少的是花花和二姐。厉害厉害！我们请这个王牌先生李宗霖为我们送上这轮的特权牌，花花二姐可以选一张，谁选一个？花花，二姐选。你运气好。那就他吧。哦，偷天换日。哦，哇哦！另外，输掉的三组搭档接受一个微博的惩罚。节目当天在微博上要发出一段你们之间让大家最意想不到的聊天记录。如果没有聊天记录，就选择发一张你认为对方最丑的照片。好，待会儿就去拍。玲儿，我今天带你去见我的家人，毕竟咱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真好，咱俩在一起才7年，你就带我来见你的父母，你怎么这么好？玲，我家是音乐世家，哦，全家都是搞音乐的，他们只要音乐感觉一上来呀，随口就唱，到时候你别害怕，你跟着你的音乐感觉去应和他们，他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你。赶紧进去吧。啊，我的太阳！哎，哥，你回来了。哎，弟弟，这是我弟，这是我女朋友小玲。弟弟好。想必你是练空手道的吧？哟，弟弟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你空手来的吗？我弟弟平时喜欢开玩笑，你别介意啊。这也太会开玩笑了。你还是不了解我，其实我这个人吧……你这个人怎么了？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你们请坐，欢迎听我在这唱歌。我喜欢
我，没有音乐就没法生活。我就想问一句，上次领来好像不是这个。行啊，厉害了你！上次领来的还不是这个？不是我，我弟爱开玩笑。嫂子，你家哪儿的？东北的。我弟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不在吉林，不在辽宁，在黑龙江。谁把我的口红弄断了？谁呀？这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省吃俭用的买了你。为了这根口红，我从二张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小心翼翼没敢将我的口红用掉千万分之一。现在它被折断，我在夜里想了又想，肯定是你。什么？你竟然怀疑是我弄坏的？哎，你的怀疑将哥哥深深淹没，一根鲜亮口红热的火，信任在口红的缝隙里游过。我分析过，肯定是他干的。哥，你怎么能冤枉我呢？你就承认吧，弟弟。我太失望了。你说你是哥哥，我是弟，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你说口红是我百端的，从今以后咱俩没关系。行了，你俩赶紧给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又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呀。那是你们两个的错呀。他的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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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着了，都吵什么呢？这才下午五点多，还让不让睡觉了？不知道我每天必须保证18个小时睡眠吗？爸，你起来了。你们这是呜嗷乱乱叫的，我能不起来吗？不好意思啊，叔叔，打扰您的美梦了。没事。你谁呀？我是你儿子女朋友。来来来，快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哎呀，很难得到我们家来，你们家都有谁呀？别忘了唱歌啊。我爱我的家，弟弟妹妹还有妈妈。那你爸爸呢？在我5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就离婚了。哎，太不幸了。从小没爸爸，有什么不行的呀？咱俩有爸爸跟没爸爸有什么区别？我踢死你俩！怎么说话呢？我和你阿姨呀、啊，在老早以前也离婚了。哎呀，为什么呀？哎，别提了。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给他讲个笑话，然后他居然没笑。那叔您也太有个性了，就因为阿姨没笑，您就离婚了？他是没笑。关键床底下有人笑了。哎呀，抱歉了叔叔，那不好意思要戳您痛处了。那叔叔平时您都怎么排遣您心中的这些苦闷呢？唱歌、睡觉、下棋。哎，对了，你会下象棋不？会。来陪我下一盘。来来来来来。哎爸，您不是平时一直跟王大爷下棋吗？我早就不跟他下了。你愿意和一个赢了棋就一通嘚瑟，输了棋就开始骂街的人下棋吗？我不愿意。是啊，你王大爷他也不愿意。
来，咱俩来一盘。哎，好，你先走棋。姑娘，我下象棋30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下棋先走帅的人呢。那难道不应该让老大先走吗？你这孩子将来必成大事啊！继续啊！哎，继续继续。我走象。不是你这个象不能过我这边来。这象怎么就不能过你那边去啊？因为我中间有一条河呢，你这象不能随便过河。这我就奇了怪了，那人都能过河，我这象怎么就不能过河呢？叔叔面前一条弯弯的河，你这孩子拿着象棋胡乱的过，叔叔现在心里直也直冒火，我要看看你呀到底怎么过的河。先坐，听我给你慢慢地说，慢慢说。人都能过这条河，大象咋就不能过？到底这是为什么？我让周深跟你说。爸，你先别说了。姑娘，我看出来了，哎，你这象棋呀、啊、是一丁点都不会下呀，你这是哄叔叔在玩呢。叔叔，我这不是想好好表现表现让您开心吗？这小姑娘人不美但心善良，爸很满意。说说后边那句就行了。但是我吧知道你们是音乐家庭，可是我真是不太会唱歌。我作为一名歌舞剧演员，儿媳妇不会唱歌无所谓。哎呀，那太好了。跳舞你总会吧？那我还是唱歌吧。不，没事没事啊，我可以来教你。来 music 1 2 3 4。第一关，两位老师守护的是众口相传的王牌，那游戏呢，自然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传声筒游戏了。那这样啊，就从我们的王牌家族队开始好了，好吧？郑老师今年多大？77。第一轮是动作传声筒啊，以动作来传递有效信息。反正我们现在在等看赵老师的笑话。哎，不是，这我这么大岁数，你看我笑话，我答对了是不应该的，答对了。好，来有请王牌先生。你妈呀，这咋演啊？来给大家看看。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这还真挺难啊。好，第一轮挑战开始。死睡躺死德性，看过嫌弃谄媚性感，哪个？你干嘛呢哥？照镜子。这不可能猜出来。对，我觉得这太难了。第一个字躺，困迷糊。我靠，他那门我没猜出来，你别催我了。道具老师，你要是为难我就让你看好了。有不是
我猜出一个字也行啊，哥。点头干嘛呀？点亲，点亲，点亲，还点赞呢。好，下一关。我怎么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赵老师，赵老师，对不起。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说开始，你少开始。哎，好好。开始啊。扶我回去。第二个字儿。这叫暗送秋波。老师，对不起，真对不起。那个腾哥跟我吧，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嗯。下一个传递，第一啊，你听我讲啊，就是他让我趴在这儿，待会儿你得趴在这儿，就像卧佛一样，哎，卧着地上啊，然后起来，你快快快，我回来给你一个，快点，没了吗？还有吗？没了，没了，就这三个动作。三个动作，对对对。最后一关，第一个，睡啊，睡，这是什么？站。三，这是三个。什么？睡、站、亲。刚已经有一个字是对的。时间到，来，小童往前，往前啊！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啊，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春晚上的节目的名称。啊，那这是哪年的春晚呀？这就不能再提醒了，因为每年春晚经典的节目也就那么二三十个。哎，最后一个字儿，亲，对。就亲，可以了，可以，能猜出一个字就行了。赵老师能知道这个吗？就您的判断，哪个节目？相亲。相亲，不是四个字吗？四个字，躺着相亲。懒汉相亲。哇！1989年春晚经典节目《懒汉相亲》，宋丹丹的。啊，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欢迎欢迎。宋丹丹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出现，跟她后来那一口东北腔完全不一回事。当时我跟宋丹丹在长影拍电影，她请我吃了5块钱的一桌子烧烤，她跟我说中央台请她去演小品，她说那我说什么话？说北京话不像农村人啊，我说。姐教你一招吧，他说什么？我说说我们山东普通话怎么说啊？我说我叫魏淑芬。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这个小子特别聪明，说的比我还好，但是我也有一点功劳，是吧？太有功劳了，值那5块钱了，值了，值了。好了，王牌家族队第一题答对一个字儿，来换一下位置。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赵老师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每次一个字都猜不出来。不是，我那个说了四个字白说了啊，就是彰显您的厉害。对，但是不算分儿。哎，但是赵老师能猜到，这是没错，观众想不到。对，这个太难了。我看你们组要没有赵老师，绝对垮台。对，好来，麻花队请派人，请王牌先生拿上你们要面对的词。这还可以，这跟我还有关系呢，这个。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
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女神和女汉子，你那份还吃得了吗？这个我就可以猜出来了。对，这个没事，这个会卡在倪萍老师那儿。好，挑战开始。睡过去了啊，吓我一跳。一乐秀发，哥几个字啊？哥，五个字，五个字。字都错了。就秀发走叉，汤姆和杰瑞。壮壮哥，健健壮，男人威武，惊吓，壮，美美。算了哥，我自己来。抓紧时间好吧，大哥。四个字啊，没一个识数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做你就猜。妩媚。第二个字，走。走肉。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怎么再来？好，什么鬼呀、啊？我就是重复。加班。哦，型男。哦。行尸走肉。啊！太厉害了，你们队猜对了。哦，女行尸走肉，女行尸走肉。啊！神经病狂舞。最后一棒，没有大老师能猜对，大老师啊。那啥呀，大张伟，你说，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发财了。呀呀。走在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火辣的眼睛会说话，爱火辣的小样招人疼。我把青春献给你。几个字儿一共？五个字儿啊。第一个字儿洗，第二个字儿走，第三个字儿快走，第四个字儿乐。完了，这叫完了、啊，大老师，大老师，哎，答案是什么呀？我肯定知道，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哎。然后，因为我没有看明白，一共五个字儿。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全场所有观众，几个字儿？六个字儿吗？嗯，女神和女汉子。六个，妈，这太不识数了。第一个字是贾玲，这就是胖。第一个字是喜，对不对？贾玲演的小品。贾玲演的小品啊。这贾玲和什么？我看过小贾玲那个小品。贾玲和真玲。答案是。
贾玲和好吃的应该是，可以吗？我不知道。如果把你放第一个，女神女汉子怎么演？哦，那我就指那边嘛，女神和女汉子就是。好，来两队互换一下，行。恭喜恭喜啊！那你们那队缺人吗？你这个叛徒！不不不不，我不会去的，我先把沙溢送去。好，拖他们后腿。好了，接下来传声筒又要升级了，变成了台词传声筒，而且呢，每一轮都会有惊喜的嘉宾，他们有的是春晚的常客，有的是春晚最为热心的观众朋友。赵老师应该玩这游戏特别特别厉害，因为赵老师主持春晚那么多年，一次小错误都没有发生过，这充分考验了在春晚这个舞台上主持的一个功力以及传达信息的准确性。哎，我插你一句 啊，我们春晚没玩过这个。没玩过，您玩才好玩呢。我不善于玩。好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朱时茂老师。好帅，堪比郭富城。朱时茂老师加入王牌家族队，来，腾哥派人呗，这轮得带上朱时茂老师啊。我在哪儿？茂哥在这儿，第三个。我在这儿是吧？您在这儿。OK， 很关键的位置啊。怎么安排的？每次腾哥都是第一个。这个能力确实强。那不毁了吗？我的妈呀，腾哥，我在底下看，我才发现我平时跟小童站在一起的时候腿得显得多短呢。小童这腿说实话也就我站旁边拼一拼。啥？你别提裤子了，你勒着了他。咋了？说腿的事儿他不太那个。哎哥真是奇怪，你腿跟小童就是差不多。那上身高成那么大截了。上身长。知道我要说什么。上下一般长，腾哥真厉害。腾哥过来看一下片段啊，对着片段演啊，带着情绪。片段走起。父，我刚掉海里了，然后你打鱼，你救了我，姐要请你吃饭。对了，我叫小庄，你叫什么？别丢哥哥了，嗯，不然哥被丢了，哥俩哥咋？哥俩被芭比波了，拉布拉卡，拉布拉卡，可以了吧 ？OK， 明白了。第一棒完全无压力，对不对？重点是演绎出那种神情和状态以及交流感，传递。开始，问吧。两个人。嗯。坐。坐。我刚才掉海里了，你打鱼，你救了我。姐要请你吃饭。对了，我叫小庄，你叫什么？坐快哭了。什么？说这人什么？干啥去啊？还摸不着，还能啥啥啥啥？啊，什么？拉布拉卡，你叫拉布拉卡？一女的，一男的，拉布拉卡。他把词儿都。坐啊！我刚才掉海里了，掉海里。然后你打鱼，你救了我。对了，我叫小庄。老师，开始了，两个人。好。坐，你刚才打鱼，你救了我，姐请你吃饭。我叫小庄，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哇，好棒！你叫拉布拉卡，你叫拉布拉卡。哇，全对！再来一遍。坐，我叫布拉卡，我布拉卡。你打鱼，你救了我。你坐了。姐请你吃饭。姐叫小庄，你叫啥？布拉布拉拉布拉卡啊！你叫拉布拉
拉不拉卡？时间到。走。哎，姐，不能再来了。对，哦，不能。坐坐坐坐，我是小庄，对不？我是小庄啊。你是谁？我是阿布拉卡，阿布拉卡。哦，姐，请你吃饭，小阿布拉卡，阿布拉卡啊！不，阿布拉卡，我是。姐，请你吃饭。姐，请你吃饭啊！我是阿布拉卡，不是，我不，你坐，我站起来，你，姐，请你吃饭。我卡碟了。赵老师应该玩这个游戏特厉害。赵老师主持春晚那么多年，一次小错误都没有发生过。你坐，我是小张。我是小张。阿布拉布兰卡是吧？哎，我是阿布拉卡，阿布拉卡。我是阿布拉卡，阿布拉卡。阿布拉布兰卡是吧？阿布拉布兰卡，我不知道是什么。阿布兰卡，阿布兰卡。四句。小张，请你坐。阿布拉布兰卡姐，请你吃饭。阿布拉布兰卡姐，请你吃饭。小张，我是小张。我是小张。好，时间到。来，花花到前面来，记住了多少句？演出来啊，带着那种状态、情境、人物关系。哎，我本来记得你一跟我讲那么多话，我又忘记了。哎，来，你坐。我是小张。小张。姐，请你吃饭。我是张姐嘛？张姐，请你吃饭。张姐，请你吃饭。那就是你坐，姐，我是小张，姐，请你吃饭。哎呀，姐，我不坐，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说，哎，没事，来姐家里随意。花花经历了些什么？那么想去姐你赶紧坐呀。没词了。姐给你做好吃的。就有饺子，有什么你吃什么吗？然后过大过年的，进入了过年的主题，非常好。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没有好吃的，姐带你去那个卡萨布兰卡去再吃一顿。哎，就这样了。看我们花花求生欲多强。挺能编呀，花花哈。最终对了两句。啊，来，很好啊。完全演绎了另一个故事。接下来这组我们派四位啊，我们也把参与这轮互动的朋友请到台上来，欢迎他。哇，好可爱。来，我们请王牌女郎把长远要读的这段词儿拿过来。麻烦您了。进入角色当中啊，首先这是一个群戏。好嘞，来，传递开始。进入角色当中。哟，我来吧。干嘛？打架？有人吗？什么？我是来打猎的。有人吗？我是来打猎的啊。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都给我滚出来！出去！来者何人？唐安于百米。哎呀，白眉大侠，久仰。前辈，在下吕倾城。几个人这是？请赐教。来者何人？你是不是来打架的？然后说，大哥你是谁？我是白眉大侠。说，白眉大侠，您来这儿干嘛了？我来这儿给你打猎来了。然后咱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永远的相随。小朋友你好啊！你好，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古书涵。古传？古书涵。古书涵啊，真棒这名字哈！你表示时间有限啊，从开始啊，我知道了。你是来干嘛的？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打猎的吧？你是来打猎的吧？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这里东西很多，你使劲打。这里猪很多，你实打。咱们俩会快快乐乐的。后面是什么？我是于白眉。我是于白眉。我是于白眉。
我错了，哎呦，我没给孩子说清楚。好，最后一棒。我们来这里打猎吧，这里猪很多，用什么石头打，然后什么什么棋。我是于白眉。于白眉。齐白石。挺有文化。这就完了啊，妹妹。哎，听听玛丽最终得到了怎样的台词记忆。眩晕。咱们打猎吧，那个猪挺好吃的。把猪宰了，让张姐包饺子。张姐请你吃饭，这有饺子，有什么你吃什么吗？猪，棋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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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张姐，遇见张姐之后包饺子，遇见张姐在那儿打麻将包饺子，张姐招谁惹谁了？一共对了两个字。好，来互换一下。哎呀，沙溢你不上场我们不行啊。沙溢哥看来责任不在你。对。好，接下来王牌家族队派四人出战。走。好，我们看看这一轮加入到王牌家族队的成员是谁，来欢迎他。大家好，大家好。姐姐你好，来这边请。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介绍一下。哎，对，我是杭州人。杭州的祝大姐。祝大姐。看到你，看到赵老师、祝老师，还有一个倪老师啊，哎，都是活的了。本来都是电视上看到的。特别开心。哎呀，特别开心啊。您今天是在第几棒啊？第三棒吧。压力大不大，姐姐？好的，好，加油啊。跟他们开心一点。好，都戴上耳机。来，好啊，我们边看片段边顺这个词儿，好不好？来播放片段。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我看过这个，看过啊，看过这个，对，得有爆发力啊。传递开始。那这么久，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那还要准备？那不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看谷秋。春大六九头。这有点复杂，这个歌。其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月六月六啊，六月六啊，再来一次。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不用来事儿了，你从头再来一次吧。现在请您把耶，沈腾。哎，过年好啊。过年好。这个你把你会的那个评剧再拿出来吧。好好准备一下。我这唱这么多年了，我还有什么准备的？我随便我唱，我就是老腔老调的。春是六月六，春打六九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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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来点劲爆点的吧，啊，劲爆点的，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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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你好。你好。啊，六月六，六月六，就是赵，赵老师唱过的这个赵，赵什么老师唱过的，六月六，好不好？你看好不好？阿姨，这是全是演的吗？啊，这全是词儿吗？全了，不是挺准确？好了。阿姨在埋怨上家啊。什么？阿姨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六月六啊，六零六，六月六，六零六。真的吗？真的，真的，快最后一棒。听好了，六月六啊，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啊，传的不是很准确，啊，传的不是很准确。什么东西？传的不是很准确。六月六啊，六月六，有一首歌是谁唱过的？就六月六。你好。I know, I know。阿姨厉害，阿姨厉害。阿姨没毛病，重点是上一棒的问题可能。这个撞到我的枪口上了，我知道这个是真的吗？如此包装里的。可以啊。春季离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我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得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这个赵丽蓉老师还有个这个贵受，你就觉得是纯一首歌，你觉得是传了一整首歌？怎么了？我自作聪明吗？你没到那倒没有，你是画蛇添足了，你就演了个应该演的片段的一个尾巴，之后你就往后演去了。腾哥，你们演的可就只有六月。我跟你说，你埋怨腾哥是有道理的，他连六月六都没传对，他传的是六六六。我对了很多吗？是吧？对了两句，但总体不错，他们就对俩字儿，刚才那个，对吧？对了，可以。最后的成绩，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耶、yeah.